案进覆二读，国民党团修延选罢法，民众党八席统统支持，院会闯关进覆二读成功，绿委愤怒举牌。国民党团宣罢法进覆二读，赞成60票，反对50票，重复表决后赞成一样60票，多一人反对，结果相同，蓝白以人数优势碾压。按照进覆二读的版本，虽不再要求将罢免同意票门槛提高，维持现行25%，但联署加严得付身份证影本，要付身份，就是让你没有办法罢免嘛，然后以后他们也可以为所欲为，因为就是宪法诉讼法两支箭要射在台湾民主的心脏。傅昆萁在外加填上发证日期，这跟吴秉睿的提案完全不同。民进党团将要求送交朝野协商，一个月协商冷冻期，若立院加开临时会，最快8月三读。传出蓝白总召11号晚间讨论到晚上9点达成共识，是不是要进覆二读？这都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来进行。我们如果赞成复议，希望能够阻案的来加以讨论。院会蓝绿交锋，不止选罢法，还有 NCC 组织人事等，但过程韩国瑜院长连问7次对民进党团提案有无异议。对民进党党团所针对报告事项的提议通过有无异议？有没有异议？有异议。提议要针对有没有异议？有异议的。国民党立委们各忙各的，已读不回。秘书长周万来发声后，这才回神。韩国瑜紧接着宣布按07分钟进行表决。立院龙头难免被认为为了自家人罔顾议事中立。三十分陈俊杰，我们学 S 小组台报道。